过了哈，今天我就是要重要的那个合约，对，我们欧根金融原版的，我要拍照，我的律师叫我这么做的，对，所以说啊，我有电话给你check，所以我们约到今天。电话的当下，我有跟你提到说，我们可能会用正本相符的方式给你。不，我要原版的，现在放这边，我也没有拿，我要看原版的。然后我拍照就好了，我的律师要这个东西。对，我们了解，我们了解。所以你不能不给我，我们约好，你现在又不给我。没有，我们当下那时候电话的当下。我的律师说你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他说你就算是你现在你不让我看，你用 copy 的盖你的章也没效，我不要原版的，我自己拍照的。我的律师是跟我这样讲。如果说我们出具这个影本，假设不行，我已经问过了。好，他说 no no way， 就是一定要。原版的你拿到这边，我拍照我就走人。好，我要这个东西。好，那现在呢？那个。好，我必须先跟你提的是，当下呢，我们电话当下我们就跟你说，没有，我跟你说我不要，我要正本的。对，这是你的需求，可是我们银行回复你是。法律上是我的律师说一定可以，你们一定要拿的哦。我跟你讲哦。你有这个权利没有？你有这个权利。有权利对啊。对，那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债权凭证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先出具一个银行保证的正本相符给您。如果说 no 你拍了这个照片之后 no， 我要看出原版。我的律师说一定要你本人把这个原版的原始的合约拿出来，我拍照。这样子，我不要你们敲什么带张 copy， 你是一个 photo set， copy 的 H 我已经有了。对。你们看，你们 copy 的我有了。可是我已经寄过来，台北已经寄给我了。是。嘿，所以说我现在要的是 original 原版的，我要拍照。我的律师叫我这样做的。哦，那这样子可能就好好好，就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子。那你哪时候给我？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帮你做申请啦，因为。电话当下，上周电话当下，我不管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这个是最重要的重点，我才跟你约，对不对？算账，我们那天已经算过了，你们就已经已经乱账了嘛，你们已经吃我钱的本金了嘛，没有，怎么没有？我录影下来了，我还要再给你看一下录影带。我们今天就是，我那天跟他算出来就已经算好了，你现在只问你，我现在不管你， 你这样我的律师说你要支持那个什么去法刑事去那个，我已经先会告你们刑事，如果你这样再继续翻下去哈。反正你也支付不了命令，因为我要这个东西，我一定要原版。你就算支付命令，我也先告你们刑事，而且我马上去新加坡。我男朋友是伦敦人，所以我现在会去新加坡。甚至台湾法律你们买通了，我去荷兰，伦敦到荷兰，那个国际法庭也很好见面。好，好，来坐下来。哦，那我们先算这个相关的。好，我现在来跟他算了。对，相关的。对啊，我现在来跟他算。那这个合约部分我们会再。嘿，你一定要拿出来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这是一个东西。来，请坐下来。嘿，来，我们来算。对，这是你的需求。好，你现在我已经告诉你，我们现在来，你算给我看哈，410万，1:200哈。然后210，我们只要算本金哦，因为我要那个欧根金融的，所以那是讲利息的部分，还有讲一个。你心照不宣，你为什么不敢拿出来？你就知道了哈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是虽然我们就是算本金的部分，你跟我讲，我现在因为利息的那个利息部分，你们自己在网上等我也拍照存证，你们也寄给我的那个对账单已经有给你。你们那个乱七八糟算我3%，开玩笑，那个信用贷款，你们的广告根本都没有3%的这个自由这个。我们看当初。还有，我也不管你的契约，所以我要你那个 OK 金融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你们都伪造了嘛？是不是？拿不出来。好来。那个张小姐，你没有权利。你说过来一点。可以录影。我没有权利，我有宪法第七条，阶级平等，法律平等，宪法第七条，你没有，你就是不敢算的。好，我现在算给你看。我没有不敢算。你如果不敢，那你就算给我看，我一定要录影。我们有第七条，阶级平等，人人平等，法律平等。你是这家银行，我是民众。OK， 现在你犯罪了，我们法律人人平等，我可以反鬼证的，谁说不可以录影的？第七条，阶级平等，法律平等，你们犯罪了还怕人家录影，笑死人了，就是国际笑话一通。听我讲，嘿嘿嘿，可以算给你看，是说我们现在贷款的那个本息平均贷款的原则是怎么算的？好，你算对来，但是你。没有权利，我有权利录影，这是第七条法律，我们中华民国法律人人平等，宪法平等。你不算给我看的话，那表示你们弃权哦。我还是一样，我会在法律见给你看哦。因为你说你有第二种算法，我问很多会计师，事实上就是一个公式。我告诉你，410万乘以20再除以20，是不是零？只有我给你20年贷款，
好，那我现在问你，这个公司漂不漂亮，配不配？只有世界上只有一个公司的本金，我算。因为你人已经来了，你算几期几期，我都已经算了。你那天就闹鬼，我都已经录起来了。好，现在我就等你算。你我一定要录影，我一定要录影，因为我看你，那你因为你犯法了，你没办法算，因为你算不出来呀、啊。好，各位亲爱的，这个是在新展银行，这个银行他已经，我告诉他公式算法本金。好，现在是。我贷是410万总金额，400×20×20，这是一个本金的这个公式，等于最后是零嘛，哈。可是完毕，我们付了几年，他知道了。那现在他不要算给我为由，因为他说我录影。但我们有第七条宪法，那你还不要算？不要算没关系，我们就法院卷。我们如果说今天你如果知道错了。好，我们也不要互相告的话，因为你都知道错了嘛，我们不要互相告的成分，你赔我钱，我们不要说在那个国那个面说500万，如果说你不要吃官司，你可以，好，我们因为已经很明显的犯罪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吃官司的方式，你好好跟我谈和解，可以啊，我们是要和解，我们不需要官司啊。可是问题是你们一点诚意都没有，他那天还很拽，在那个那天是我是跟你说我变脑控。好，然后我明明我承那个我承报那个是410万，我的字条还在哦。可是为了我就跟你说国民党有给我脑控，我变成讲310，就他说不要，他就不要算给我看。你们那个当场也不算给我，就说要就不要办。好，那个时候是中华民国政府来帮你，可是我拍谁？我有一个快要嫁的老公是英国人，所以说我可以跟你在国际法庭，这谁到新加坡告你们？好，你要不要和解？要就来。我就说过了，你可以好好跟我谈。我当然换到是你，有没有将心比心？你今天吃我那么严重的本金的20多万，你之前还开的那个 receipt 是30多万，我算一下，后来又来老师又改回来变成20多万的本金。好，那个利息我都不讲，我只讲本金而已。那我问你，好，换到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样？一定要赔偿的嘛，将心比心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自己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不要要以最好的方式。好，也不要闹到国际新闻啦，因为我现在一大堆媒体，你任何中华民国锁不了我的，因为我已经嫁国外，我快嫁，马上就要嫁，说嫁就嫁，人家就等我。嘿，我为了中华民国整我哈，以为我嫁不了，我嫁个外国人嘛，很快要嫁，而且我马上是国际媒体。好，我的男朋友外国人是在英国，他是商富商，嘿，要一个国际媒体很快的，好，所以你们自己考虑，要么我们就谈和，好，你要谈和，但是我换到你是我。你要不要赔偿？将心比心，你要不要得到赔偿？你都已经知道，好，今天我就算卖掉我的房子，好，我去英国，可是你打伤了我，我去看了医生，我愈合了，我虽然卖掉了愈合了，我还你的钱没关系，但是我用回本金，我还你，可是我还是可以告你在国际，告你在新加坡，告你在台湾，台湾不方司法不公，我还是在国外可以告你。好，为什么？你打人家打伤了，好，已经是事实了。好，我们就算卖掉了，你已经犯罪了，这个是永远的保留，这个是事实的嘛，证据嘛，都已经保留在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说我要的就是我们要好好认真谈一下，你不要我们以和气为贵，你当然我但是以我的心态换到你是我，一定想要赔偿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好，不要就像那个调解委员会那个什么，那个不要那个什么那个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地方，消保官消费者基金会。我们不要说500万好了，你们诚意一点，看你要多少。我不可能说不赔，因为换到你是我，你要不要赔？你都已经犯罪了嘛，已经吃了那么多了，是不是？将心比心，是不是？已经给我伤害的嘛，一个已经这样子，把他当潘娜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哈，现在看你是要怎么整？有没有诚意要赔嘛？你们自己说嘛。张姐，你今天来是要我们算给你看？算呢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你不算，那我就是等你算了，我现在等你算，我都告诉你了，我这已经告诉你公司，而且我让你算，因为我跟你讲，我算的全世界都说是对的，嘿，我算的公司，我现在等你算，因为你还是不承认错误，你又不敢算，你就等你再算呢、啊。我没有不敢算，我有权利录影的，你没有那个资格说不能录影，我们有宪法第七条保障。好，这个是法律人人平等，没有阶级平，都是阶级平等的。嘿，嘿，法律人，你可以，你相信你们这边也是一个录影器，你们有录影器，我当然也可以反悔这录影器啊。这是法律人人平等，没有阶级之分，不是你是财团，
就可以说 no way 不录影，哈，是不是？这是相对比的，哈。你以为中华民国会罩你们呢？不罩不住的。他曾经我告国泰世华银行，他违法羁押我10个小时，可是我告回他，他把我马上抢走我的录影带，我告回那个检察官，而且我现在发那个检察官的名字在全世界，我会告到他的，你放心。哎，你以为中华民国会罩你们？罩不住的。新加坡我一样告，还有国际法庭一样走，只是要不要赔而已，不是什么录不录影，是不是？这是世界上笑话，那请算吧。还是要怎么样？如果你坚持要这样录音，因为你已经错了。哎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公示算法，他说录音不要，可以，那没关系，我们法庭先可以，你这样子讲。